如何让 2D 的作品展现出 3D 的效果，对艺术家来说是巨大的考验。丹麦插画家 Hans Mikkelsen 就找出了答案。他在普通的白纸上作画，然后将纸张弯曲、折叠、揉搓，巧妙将它们转化为 3D 作品。这种方法看似简单，想要实现却要花费一些心思。海冰融化，北极熊该何去何从？纸张果然被熨平了，马上就有大鱼上钩。这是滚雪球留下的痕迹吗？天哪，好痛，救命，谁来救救他？在厕所遇到这样的情况太尴尬，不小心挤出了太多牙膏。救命，这个木乃伊复活了。在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个小精灵，飞机在天空留下了痕迹。谁要吃香蕉？走过这座桥需要有足够的胆量。哎呀，不小心弄断了。这盒罐头看起来挺新鲜。好可爱的长颈鹿。大家好，我只是出来打个招呼。这是要穿越进入另一个空间吗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月球的黑暗面。没有人一起玩，好悲伤。女孩收到这样的礼物一定很开心。这个涂鸦太简单粗暴了。这是铁达尼号的救生艇吗？生命中最尴尬的时刻。这碗面看起来很美味，希望这不是在外面。太恐怖了吧，他的手发生了什么？恐龙就是这样灭绝的。他抢跳，裁判看到了吗？冬天当然要戴围巾，真的好冷啊。